起脚射啦，嚟多次，纳杰迪石射入，哇，靓波啊！哎，攞到力斯嘅一球，佢呢一球啊，胜在反应快啊！无论你系唔系前锋都好啦，大家都要预计咧，龙门系有机会咧，系接唔实个波跌翻出嚟噶嘛，一落到自己面前，咪就入波咯。卡华积，丹尼尔卡华积，卡华积揾紧目标，加里夫巴利，纳杰迪石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尼马整脚直线，卡云尼，尼马整咗一个唔错嘅传送，卡云尼揾唔到空间攻门啊！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迪亚高哥斯，迪亚高哥斯达高咗些少。我谂个龙门咧都知头先冇机会救到呢个波噶啦，唔使失波就算你好彩。普巴。艾力神。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！俾咗個籠喎，巴利，尼馬喺左邊揾到缺口啊！尼馬繼續壓住，開界外球。巴利挡住咗球波，艾力神，马高雷斯。踢入中路，哥斯达，迪亚高哥斯达，艾斯高，系咪要起脚呢？呢球波扑得好，呢个波简直即系唔系讲技术去点救啊，完全系讲本能反应嘅啫。呢球波救得靓啊！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哇！呢个门将反应真系快过只猫。跳到尽顶呢一个波，值得试下嘅。不过就运气唔多够。呢球波我谂佢平时练习入咗好耐噶啦，不过练习同真正比赛争好远嘅。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普巴整脚地波，卡华积好快咁向前传，球即结束上半场啦。上半場好睇，兩隊加埋入咗三球，而家相差一球。作為觀眾呢場波啊，真係抵睇噶啦！對於球隊嚟講，目標就係盡量減少犯錯啦。踢完上半場咧，稍稍佔優啊，領先2-1。
下半場而家開始。迪亞高哥斯丹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迪亞高哥斯丹直接長傳，艾力神、米納、卡雲尼攞到波，普巴呢個位試下落腳，巴利向前傳出，哥斯丹嘗試緊突破防線，奧巴美揚、丹尼爾卡華積、艾斯高入咗啦，入咗啦！領先兩球波，現梭球啊，完全控制曬形勢，真係夠曬難靜，攞得好準啊！係有時真係唔使諗咁多嘅，好似呢個波有機會咪射門咯，龍門邊度夠到啫？想要嘅第二球，哇嚟就嚟啦！睇嚟呢場波佢哋都贏緊啦，截得好，巴利、加里夫、巴利、加里夫、巴利、加里夫、巴利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呢一場波嘅結果可以話毫無疑問啦。个角度刁转成咁，边有可能救到啫？呢个波攞到咁准咧，都唔知会唔会撞柱弹出嚟嘅。结果佢好彩啊，撞柱而入。马塞路，在这里出脚看看抢不抢得回个波。迪亚高哥斯达，这么大的龙门任拣，你竟然弹 Q。 哇，龙门口这个波都不入，我是不是眼花？哥斯达擦些少就得了。今场他 keep 住都踢得很好的，刚才那球波就差少少而已。分去右翼到，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迪亞高哥斯達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個威脅啦。迪亞高哥斯達講得好，喂，餐屎啊！加里夫巴利射入呢球靚啊！完全唔收手啊，完全唔停落嚟。在正的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嗱，后防咧有少少三心两意啦，即系唔知追个波好啊，定系追个人好？结果咪俾对手轻易入波咯。已经系梅开二度啦，当然系想入多几球添啦。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嚇。比列石喺左邊高速突破，傳咗入中路啦。艾達韋列特踢走個波，傳入去。艾達韋列特一腳將波清走，個波而家喺詹士米拿度。斯華好快咁向前傳。詹士米拿、比列石跳起一頂，呢球波救得靚啊！馬高雷斯、二八協有機會入波，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比列石、梅頓斯加速前進，向前傳出。咦，解除危機啦！梅頓斯控住個波控得太耐啦，其實其他隊友都埋緊嚟幫手啊！攞到個界外球，
拍到个后防少少啫，不过后防都处理得好好啊。马高雷斯，艾力神向边线传，横传揿出嚟，意识唔错啊。詹士米纳传入去，个波传咗入去啦，得唔得先？有得好啊！远传嚟噶，传俾雷斯。向侧翼传球，呢个直线靓啊！跳高一摇，又踢入嚟起跳啦！球证明的比赛结束。无论你系边类型嘅球迷咧，都应该非常之享受今日呢一场波噶啦。但系攻势咧，都系集中喺一队嗰边啫。Kimman，俾翻两句评语啊！嗱，呢场波咧，佢哋能够赢波嘅主要原因啊，我觉得咧就系佢哋喺中场啊，能够把握到对手好大嘅弱点，兼且咧能够即刻改变嘅打法咧，去针对佢哋嘅弱点。节目嚟到尾声啦，唔该晒 Kimman， 亦都同观众朋友讲声再见。